我要这一杯缤纷霸。薄的一杯吗？对，我要一杯。点上一杯店家独创的水果缤纷霸，业者先在双响杯里倒入鲜奶及调味多酚，再将现打的新鲜果汁加入，做成四色健全的饮品，随即在上头放上碎冰。这杯融合了四种风味又能双响混搭的创意果汁，是近期店家的热卖商品。也是我们独创的，它就是水果，因为外面一般双响杯它都是饮条而已，就是一杯一般的红茶、绿茶啦，什么多多有的没的。那我们想说，我们既然有用果汁的话，那我们就来利用看看。因为有的人讲求健康的话，他会想说要喝果汁系列的。我们就是比较传统的店家，那我们东西也比较古早味，像一般的我们的糖啊，白糖、红糖、黑糖，我们都自己熬煮的，然后在地也有固定的那个客人这样子。南州这家开业十多年的饮品老店，近期引进超夯双响杯。由于不想以既定的手摇饮料搭配，加上店家主打新鲜果汁的特色，因此独创鲜果混搭风味，不仅可以喝到不同的四种口感，饮品混搭后还会形成另一种风味。我觉得很新鲜，喝得出来，新鲜的果汁就是喝得出来。一开始我还没有搅拌的时候，它是四个颜色，然后各分别都喝得到，像它的紫色是火龙果的味道，很浓郁的火龙果香，然后不会很甜。那绿色的部分就是那个多酚多多，然后它跟上面的芒果汁 match 起来很好喝，感觉非常的适合夏天。他们家好像是第一家，所以我也是因为它慕名而来的。内容的话，我们就是搭配现在当季的红龙果跟芒果，就刚好是夏天嘛，然后我们就推出这两种，然后这两种水果还维他命 C、E 啊，什么都还不错，对啊，想说就试看看，然后就试了蛮久，然后碰出这两种，就这种两种味道这样子。一开始喝可以先喝我们的牛奶啊，然后再那个红龙果汁或者是芒果跟多酚这样分开喝，那喝完之后你可以把它搅拌。业者强调，许多客人热爱他们的果汁及古早味饮品，却总是三心二意，因此引进这一次能装进两种饮品的双响杯，除了希望免去消费者的选择障碍，也希望能结合当季水果，创造出不同特色，让专属于屏东南州的双响混搭风味能缤纷整个夏天。屏东新闻台吴婷瑜相慈采访报道。